早上好，中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就比冰淇淋速度与激情，速度与激情就我最喜欢，所以现在是音乐时间，准备一二三。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纪录片，在香港这座城市的设置，主演前差不多一样，冰淇淋再见。